嗨，伙伴们好，华为 GT2 适合跑者吗？适合什么样的伙伴？第一个，追求性价比，运动工作同样重要的安卓手机伙伴，如果你使用 iPhone， 不要买它，因为如果你用 iPhone， 你是没法传输音乐的，你必须用安卓手机。你会说，那我接上这个能传音乐吗？答案是不能呀。所以工作运动要同样的重要。我们来看看为什么。第一个，我先讲它和苹果都能干的事情。第一件，他们能够购物。苹果啊，直接双击 Apple Pay， 直接贴一下公交车那就 OK 了。同样的，在华为它可以直接有华为 Pay 支付，那你同样的坐车。对，这是他们一起能做的。第二个，它能接听电话，这个能接，这个也能接，有区别。我这块呢是 eSIM 卡的，它是带有通信模块的，你可以理解它是一台小手机，就我离开手机它照样能打电话，但这个呢是不行，它只能当做它是一台蓝牙耳机，你可以这么理解，蓝牙扬声器。这是它跟苹果都能做的，它不能做的是单独打电话，它不能做。它能干苹果不能干的事情，这很重要。第一个，它会告诉你现在该不该跑。我们来演示一下，大家看啊，如果想跑步了，点一下锻炼，然后选择户外跑步，再点一下开始运动。智能教练为您服务，身体已经接近完全恢复，可进行体能提升的跑步锻炼，建议本次跑步心率控制在123到169之间，跑步时长40分钟。哎呀，他现在告诉你该不该跑。那如果你打开来啊，他会告诉你上一次我刚跑完再打开，他就说今天你运动过量了，不要跑啊。第二件事情，他告诉你现在用什么强度跑，在什么心率区间，在什么强度跑多长时间。哇，这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多棒。目前苹果至少原生的不能干。我们再来演示一下它能干苹果不能干的。对，它在唱歌。欢迎在评论留下这是什么歌，谁唱的，特别适合听书，这是它自己能唱歌。还有它能干苹果不能干的是，它用了5天了，目前电还有，我每天都充电，这是它能干的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它能测血氧。你会问血氧是啥东西啊？你可以这么理解，如果你某一天头晕，血液中氧气的浓度低于90%，那么你可能是因为血氧不足了。它这边点击检测血氧，它需要稳安静一段时间，叫血氧测量中请保持安静。过个半分钟左右吧，它就会告诉你目前血氧含量多少，低于90%，那你平时就要好好睡觉，多吃菠菜，多吃含铁的食物，好好锻炼。你问这么神奇，有缺点吗？有的，相比于像945是全天的定点的测量血氧，这可能是过于耗电了。那目前它只是在你摁的时候才测血氧，可能后期的固件可以改进吧。接下来是要吐槽的，第一个，心率不够准。你看啊，前面它告诉你今天该不该跑，跑多少心率，如果心率不准那多糟糕呀。第二个，血氧检测不连续，睡眠的时候如果持续的测量血氧，那么就能够告诉你你的睡眠高不高效，哎，你打呼噜那个是不是影响了你的氧气的吸收，对，呼吸，目前没有。第三个，它使用了封闭的系统，你想安装一个东西没有。那我觉得如果你是否就可以考虑使用鸿蒙，对，让开发者来为你做更多的 APP 的开发呢？没有，不支持外接的心率带，这是让我很无奈的。你说不准吗？那你干脆接心率带就准了呀，不支持，它支持蓝牙耳机。接下来要吐槽的是，为了它我专门去搞了一个安卓的手机，为什么？因为为了听刚才这首音乐，苹果手机无法传输。下面一个，这么智能的一个手表没有地图，哎呀，装一个上去不就 OK 了吗？跑步的时候我想返回我出发的点，如果是有一个地图的指引多好。如果它能够使用开放的系统，我相信开发者肯定都会来协助它，陪你跑也期望能够基于我们自己国家的鸿蒙来做进一步的开发，希望越做越好。我看到了优点，对，前面是它能干苹果不能干的，我觉得很棒。今天的跑步我惊喜的发现心率居然准了，我不知道是固件的升级的缘故呢，还是它需要有一定学习的时间啊。前面还是比较离谱的，那个总说我心率160几、170几、180几，对，但今天你看它和佳明的整个一个对比，基本在同一条，平均140、140，两个一模一样，最大155、156，基本是一致了，它跟佳明跟苹果基本一致了。我会持续的观测，但它肯定能够做得更准确，希望国货当自强，越做越好。我是吴栋。